哇哦，好快，好快呀！大家好快呀！我没有那个吧，没有迟到吧？说2分钟没有超时吧？应该没有。等一下连个网，让我来放放歌，连连网。我以为今天回来以后，谢谢睡觉的奶茶。我以为今天回来以后要到12点多了。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晚上好呀。我一直以为今天回来要到12点多了耶。让我来放个音乐，让不。就带着他。完蛋了，他这个超级黏，你们看到我的牌牌了吗？今天为什么要直播，变成我的一种执念呢？就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今天我化妆了，然后如果我觉得我要是不直播的话，就会很可惜，就是浪费了我的妆。然后或许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的刘海又被自己给剪了，就是你们没有发现它变厚了吗？是吧？刘海它变多了，我把这个撕下来。大家不会真的都去睡觉了吧？没人陪我聊天了，等一下把这个。撕下来，怎么办？他现在70，被我撕的7零8碎的。哇，我现在几点了？为什么大家都困了？现在几点了？让我来看看现在几点。手机上面的不准，我要来看一下准确的时间是现在几点？现在11点41，确实挺晚的了。一般我11点半就下了，最晚11点半下，对吧？不能浪费今天的妆，明天也是，明天无论多晚我也要直播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明天要化妆，明天要总彩了。明天就要总彩了，明天要化妆。对呀，明天有总彩，所以说明天也会化妆。就是，明天也要化妆。然后把这个牌牌撕下来，怎么办？撕不下来了。这什么歌啊？怎么这么阴间啊？会是我这个撕名牌的。好了。现在应该全部都撕的差不多了，为什么只是染染？因为前面的章被我撕下来过了，已经，你来的时候就只剩下这2个字。这是什么阴间音乐啊？这什么阴间歌啊？等一下，让我来换首歌，让我来换首歌。哎呀，扔到地上，没歌了呢，没歌了呢。好，这个歌很安静，很适合睡觉，但是好像不能让你们睡觉呢。哼，是吗？因为我自己剪了。
等一下，我现在把这个给撕下来。他怎么办？他只剩下这种撕不下来的了。是的，我终于回来了。怎么办？他这个点点真的撕不下来了。用牙药，这是人可以想出来的办法吗？这是人想出来的办法吗？怎么办？他真的只剩下这一点点了。你知道昨天我又修了一下，是吗？用吹风机可以吗？昨天我干嘛来着？然后呢，我有点无聊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，我就拿起了我旁边的剪刀，然后我就说，要不我再剪一点吧。然后我就又剪了一点，是不是看起来比之前多了？看得多了就没有那么秃了，对吧？是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自欺欺人。他这个拿，粘不下来了怎么办？要不我直接连衣服一起剪了吧？我要不。要不连着衣服一起剪了，然后就是破洞的衣服。哦，废废废！我们今天特别搞笑，我今天真的手气，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手。今天的真是太臭了。为什么会有人玩游戏一直输呀？为什么会有人玩游戏一直输一直输啊？我就没赢过，我真的没赢过。不是大富翁呢？你从哪里听来的大富翁啊？我都没有玩大富翁，然后被蚊子咬了好多包。嗯，好吧，你们能看到吗？这里超级多的包。我不没呀，我哪里没？我一点都不没。我不美，是吧？那个什么小波鸡，那个看我那个直播，他麻将，他还一直赢呢。我们今天跟那个喊香香是谁？然后我们今天那个连机没图。我们今天联机那个玩赛车，然后张月明啊，他一直输，我跟他永远都是我是11名，他是12名，然后我俩就是一直在后面。然后张诗芸他真的很厉害，他永远是第一名，然后还有佳恩也是，他们俩是怎么做到这么厉害的？永远就是我们的画风不同，尤其是张月明，他是一直在那里说着，他在那里说什么？他在那里说，哎，我走错路了，地图在哪？他一直在那个，我跟他是永远的11名、12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会这么菜呢？今天，然后那个五子棋也是，我发誓，今天是意外。今天是意外，今天真的是意外。那个五子棋，我没有想到我竟然，五子棋会一直输哎！它这么简单的一个游戏，它几点连成那个5个点不就可以了吗？我没有想到，就这么简单的游戏我会一直输哎！我后面一直让他让我，我说你让让我，我说。你知道今天是我最没有尊严的一天，今天是我最没有尊严的一天。我说我求求你了，再让我一步吧，求求你了，再让我一步。他真的让我很多步，还是输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后面仔细的反思了一下，为什么输呢？我就终于知道原因了，就是因为今天的手气不是特别好。这个东西它跟脑子，它跟那个什么，跟你的实力，它是。它不相关，知不知道？没有关系，
他这个靠什么？他这个靠运气，他这个真的靠运气。游戏这个东西啊，它跟运气有关。哎呀，我看着好难受啊！我就这两个点耶，真的好难受啊！吹风机可以吹下来吗？明天肯定还要贴那个牌子，还要贴牌牌。你知道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名字贴在自己的衣服上面，然后就这样，马老师还是看不清谁是谁。马老师最喜欢说什么话呢？他就喜欢说，明白吗？他就喜欢说，明白吗？了解吗 ？OK 吗？他特别搞笑，明白吗？我以后也这样，哎，我以后对你们说话，说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我就问你们，明白吗？了解吗？知道吗？不明白是吧？不明白出去，不明白出去。我又买了好多皮筋，我以后就终于有皮筋了，要带一个，永远的皮筋就是永远要带一个在手上才会有安全感。你们是吧？你们也要经常背皮筋在手上，就是你们也要经常背皮筋在手上，这样才会有安全感。无论男女，都要在手上背一根皮筋。懂了吗？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明白吗 ？OK 吗？可以吗？了解吗？来，我们再来一遍。明白吗？真的太搞笑了。听那个什么？哎，不会的，它是有弹性的。明白吗？大家明白吗？了解吗？知道吗 ？OK 吗？而且它还是不同颜色的耶，粉色、蓝色、紫色、灰色、粉色，就不同的衣服，我可以带不同的那个，我可以带不同的那个什么皮筋。明白吗？了解吗 ？OK 吗？容易脏，哎，你皮筋是扎头发的，怎么会脏呢？这皮筋扎头发的怎么会容易脏呢？你们到底明不明白？了解不了解？了解吗？了解吗？你头像的狗狗呢？哎，是布丁狗耶。哎，是布丁狗耶。谢谢狗狗的奶茶。不是，我以前只知道是一个会动的狗，但是我今天才知道是布丁狗耶。我才知道是布丁狗，为什么我会这么震惊呢？是因为我在给人家画头像的时候，但是他现在可能睡觉了，就是在给一个正在睡觉的人画头像的时候，然后我给他画的是布丁狗，因为我说我最近比较喜欢那个布丁狗，我才发现你这个是布丁狗。对，他现在应该在睡觉。画头像呢？画头像是99票。以前其实没有那么，以前没有那么那个的，但是因为现在总选了才这样。谢谢狗狗的99票。好了，我记下来了。谢谢狗狗的99票。谢谢狗狗。好了。我要记下来，然后明天要画两幅，才发现也，哎呀，
怎么会这么巧？明白吗？大家明白吗？最近就是新学会的一个词，以后要经常用。为什么我的手机屏幕突然变暗了？啊，真的吗？那你原来的 ID， 我知道你原来的 ID 是那个，是你微博的，是吗？是你微博的那个吗？好像也不太是，没关系，等你改回来以后就知道了。不过为什么要把从前以后就是才换回来？这个名字其实它也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名字当成你不投票的决心。啊，真的吗？对了，你头像有什么那个吗？就是有什么喜欢的或者是什么吗？你可以翻牌发给我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翻牌发给我，然后我看到了你的那个你喜欢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就可以把它给退回，就是把它撤回就好了。今天我在那儿，水瓶座非常好，希望大家都喜欢水瓶座。水瓶真的太好了，对，要把2月7号水瓶座刻在心里，是呀。明白吗？我现在学会这个词了，明白吗？哦，真的，哇，不，他们是这么说水瓶和双鱼的，他说水瓶和双鱼就是。要不然就是特别好，就是两个人能特别聊得来，要不然就是特别的不好，就是水火不容的那种感觉。因为他们说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，但是之前看到了，三儿好努力，这之前看到了，就是。说双鱼座是继承了水的全部温柔与敏感，然后水瓶它又是有水，所以说呢，这两个星座要不然就是非常合得来，要不然就是一点都不合，这就是水瓶和双鱼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可懂星座了，可懂星座了，没人比我更懂星座，你们知道吗？没人比我更懂星座。和处女没了解过，因为之前好像没有那个玩的特别好的那个处女座的小姐姐。哎，我可以搞个星座活动，不是不可以，来，哎，我们可以这样，我们可以九票分析一下各个星座的性格，笑死，跟你们分析一下你们星座的性格，突然想到也不是不可以有这个活动的，哎，之前我的星座活动是什么来着？哦，之前是那个算命是不是？之前我专门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师傅，他教我算命，可以，哎，可以，我觉得这个每日算命不错。还有2天耶，2天，这个夏天终于要结束了，我真的太开心了，我已经看到我的座位在哪里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的座位，这是舞台，然后我的座位在这里，就是在这一边上，
然后这边有一排座位，然后这边有一排座位，我的座位就在这里，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座位。啊，还有2天，大家就终于可以解放了，终于可以解放了。我来看一下，然后我经常给他们，就是给那个，给他们算什么呢？就是给他们一张图，就是如果你看到这张图，你的直觉选一张图片，它有4张图，然后选一张图片，它就告诉你最近的那个运势是什么，就非常的准，超级准，你们不知道有多准。但是今天可以给你们。怎么可以给你们算一算？我你们不知道我特别想算吗？现在有那种霉运缠身需要注意的，就是最近需要注意的。哎，都说我7月份的时候会破财耶，哎不对，现在8月份了，现在8月份了，这个已经过去了，那为什么还要写7月份啊？哦，农历7月份哎，哦也是哦，农历7月耶，农历是不是就晚一个月是吧？农历是晚一个月。希望大家，然后在这里，神婆许愿，神婆要做个仪式，就是当当当当，然后把它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，然后就是给大家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什么消灾避难。你花了20吗？那你现在还有钱吃饭吗？那你现在？还有钱吃饭吗？那你刚才还那个，你刚才还投票？天哪，不会没有钱吃饭了吧？葱油饼，为什么葱油饼可以吃葱油饼？葱油饼是什么梗吗？是什么合理的梗吗？还是说葱油饼就是因为葱油饼便宜？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不是睡觉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为什么葱油饼是什么我不知道的梗吗？等一下，我房间里好像有虫子，怎么办？谢谢泰国粉的奶茶和生日帽。哎，今天我过生日了吗？这是什么谐音吗？这是什么谐音吗？我为什么不知道这个？我为什么不知道这个？好吧，那就暂且就是他就是吃的葱油饼。为什么我不了解这个呢？怎么样才可以搜到这个梗呢？感觉我又那个什么，又过时了呢。我这个2G 吧，每天跟不上你们的速度，又过时了。天哪，大家还有钱吃饭吗？大家真的会有钱吃饭的吧？会吧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有了吗？没有了吗？哎呀，没关系，还有2天，没关系，还有两天就过去了，还有2天大家就可以吃饭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没关系，还有两天，然后握手啊什么之类的，他们都已经往后延期了。所以说没关系，还有几天就熬过去了。然后但是我在想，那已经
为什么延了不是能给那个给你的钱包缓一缓的机会吗？我在想，就是现在已经订了票，然后来上海，来酒店住下了，他们每天点外卖，每天点外卖要花多少钱？他们真的还有钱过夏天吗？嗯。再哭了，为你们哭。今天的眼泪是为你们流的，今天的眼泪是为你们流的，也是。你1块钱的冰棒吃不起，然后可以买300块钱的福袋，是不是？拒绝，也是拒绝卖惨呢。也是拒绝卖惨呢。封闭式理财就是类似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类似死期那样子的，对吧？类似死期那个样子，就是那个星语心愿，星语心愿。你们知道支付宝的星语心愿吗？就是你可以许一个愿望，然后每个月会固定往里面投多少钱，然后呢，就是你没有到那个时间，你不可以取出来，但是你可以强制取。那希望利息快点到，早知道呢，早知道的话呢，你就不要投了，这样的话你就有钱吃饭了。但是我在想哎，其实我在想，我现在是99票，画头像，那之后的话，总选结束了，我该怎么样画头像呢？如果是订的特别少的话，那对前面的人不公平呀。那是不是对前面的人不太公平？但是这样会不会又有点太多了？就是让我好好思考一下吧。但是绝对不能让前面的大家就是亏，对吧？就是不能让大家亏，所以说我要好好想一个办法。哦，这个样子。所以99票是多少鸡腿？哎，我还真的不知道哎，我还真的不知道。没关系，夏天就要结束了，夏天就要结束了，夏天就要结束了，大家很快就会有钱吃饭了。大家很快就会有钱了，很快就会有钱吃饭了，会吧？会有钱吃饭的吧？大家，怎么办？希望有谢谢狗狗的权杖。嗯，好久没有看到这个礼物特效了。二大哥，啊，真的吗？真是手滑吗？真是手滑吗？气死我了！我不踩，我这个东西我不踩，我就装糊涂。有时候吧，人呢，他就是要装糊涂，对吧？就是要装糊涂，是吧？谢谢睡觉的硬元胖，猜对了呢。实名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的微博名字了，我知道了，是，我知道了，我来看一下你的微博名字，我来看一下，我一定知道，是不是？我来看一下。我知道了，二之前，对不对？是
是吧？我是不是说出来有点不太好？啊？是我是一条狗吗？是这个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是二之前，我记得呢。我你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想说了，但是你知道我怕猜错了会很尴尬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怕猜错了会很尴尬，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，就是二之前。什么嘛？这是谁嘛？我不知道吗？怎么我必须要知道吗？我就不知道。我必须要知道吗？我就不知道。是谁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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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人光说着，我不想知道。没关系，就是不想知道。我就说吧，我没有猜错。真的吗？所以你刚才为什么没有睡？好了，那你睡吧，拜拜。你睡吧，拜拜，拜拜。大家困了吗？其实说实话，我还不是特别困。你们还能聊吗？或许你们还能聊吗？或许你们还能聊吗？只要我们不讨论手滑的事情，有些东西呢不能去猜，你们知道吗？要装糊涂，万一要是猜的真的手滑，那不是很尴尬？12点的活动，淘宝今天有什么12点的活动？淘宝今天有什么12点的活动？没有什么活动呀。8月6号有什么活动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就是逛淘宝了，这几天都在那个画头像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小 A 看出来你是真的夏天已经被夏天掏光了积蓄，太不容易了。我为了让你们，就是说为了让你们那个，为了回馈你们呢，我决定在那个握手会的时候真的给你们准备我亲手做的果茶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能那个吗？能带那个什么？能带那个？能今年因为有疫情能给你们准备喝的吗？我打算就是给你们弄果茶，然后让我想一下，我之前答应你们的。哦，对了，最近你们知道我们那个场馆里，他给我们弄的那个水叫康师傅的白开水。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白开水也可以变成瓶装。哎，我到时候就用那个水给你们做果茶，多兑一点水，这样子就少放点水果，就比较便宜，比较划算，就比较节省。水果呢就是选一点便宜的，然后反正要是坏了，对，好像就是200开那种，反正要是反正水果坏了干嘛的你们也吃不出来，然后就是蜂蜜也不行，给你们弄点那种冰糖，因为冰糖比蜂蜜要便宜应该。反正呢就是太黑心了。我发现了我嘴也很刁，但是呢我之前认为我嘴已经很刁了，我没有想到
没有想到就是你们更那个，就是也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是不喜欢就是吃的很多东西都跟我一样不喜欢吃。但是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吃螺蛳粉呢？我就真的不明白了，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吃螺蛳粉？我想补个口红，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吃螺蛳粉呢？螺蛳粉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酸笋，你们知道之前酸笋，我之前吃螺蛳粉的时候拿那个浴帽会把自己整个头给裹住，就是吃螺蛳粉，因为它有味道会到我头发上。然后呢，然后那个我们之前在三楼的那个屋里，它没有窗户，我们在屋里吃就不放酸笋，其实臭的就是酸笋，它自己的味道它其实本身还好，它就是酸笋还有那个醋包就是味道比较大，但是螺蛳粉不放酸笋就没有灵魂了。螺蛳粉真的特别好吃。哎，对了，肯德基那个螺蛳粉好吃吗？我还没有吃过肯德基的螺蛳粉耶，那个好吃吗？我今天点了肯德基，然后肯德基有那个串串，就它一桶，然后它会有很多串串，但是那个串串不是很好吃。真的吗？我看到有人评测，有人说不是特别好吃，所以说我就没有那个。好吃，螺蛳粉真的好吃，你相信我，你尝一口两口三口你就爱上了，你就尝试探性的先吃一口，然后试探性的吃一口以后呢，然后再吃一口，然后第三口的时候你就会爱上。它就是闻着很臭，闻着就是你闻它都不行了，但是你只要自己尝一口，你就知道是非常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哎，上海还有那个螺蛳粉火锅也想去尝尝呢，还有螺蛳粉的火锅。然后吃完以后回来以后，那个衣服就要赶紧洗掉。我每次只要吃火锅回来，还有一个去医院回来，反正从外面回来还好，一个吃火锅，海底捞还好，除了海底捞吃火锅，然后还有去医院，就是只要一回来，我就要先把衣服脱了，然后放在那个脏衣篓里面，干嘛？啊，你是说乔治？然后哦，我还吃榴莲呢。你们有人不吃榴莲吗？我真的吃榴莲。然后之前，然后我吃榴莲，我室友让我在厕所，他让我在厕所里吃。他不仅让我在厕所里吃，他还让我出去吃，让我到走廊里去吃。山竹也好吃，他们说每吃一个山竹，就会有一只猫咪失去它的爪子。山竹也好吃，还有车厘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去年冬天还是前年冬天的时候，我吃车厘子，吃的上火，然后流鼻血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仔细想一下，我好像没有什么原因会流鼻血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车厘子吃多了，然后吃的我牙疼。对。他们说车厘子是凉性的吗？咦，恶心了。但是榴莲不会呀，是吗？哦，那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吗？对呀，车厘子是寒性，为什么我会上火呢？吃车厘子，为什么呢？反正我发现我是挺重口味的，就是吃东西，但是我也喜欢吃甜的，我喜欢吃甜的，喜欢吃辣的，但不喜欢吃酸的，我接受不了醋，就连香菜我都长大以后慢慢能接受了，但是我接受不了醋，真的接受不了，
任何酸的东西我都接受不了，除了梅子，酸的东西我一点点都接受不了。还好，哎，我今天为什么没把自己说饿呀？明天午餐让我来想想明天吃什么。明天我们几点钟出发呀？明天我们两点出发耶。明天就吃，明天中午就吃阿姨的饭吧。其实我应该要多吃点水果的。哎呀，今天有桃子，但是我没吃。我一开始的时候看桃子在那没吃，然后后面呢？然后后面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办？我这里有真的有虫子。啊啊啊！怎么办？啊，不行，它好啊，我怎么办啊？真有啊！怎么办？不行，它不在。不是，它是虫子，它好像是蜜蜂，怎么办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它放在这里。然后我现在把……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妈呀！吴老师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他就是在飞，在这儿，是不是飞出去了？不是，没飞。等一下，我们要。挂了吧，先。对。什么情况？等一下，真的有虫子。在哪里？这是不是这地上？这是不是？嗯，这个不是吧？这太小了，这不符合你说的那个级别呀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把这个。在这儿。哎，飞走了。快关门，等一下，真的没了吗？等一下，我现在不相信它是真的没了。我现在不相信它是真的没了，它是真的没了吧？床上了，真讨厌。好，没关系了，没事儿了。好，没事儿了。其实我早就看到他了，然后但是当时我在跟大家聊天，然后呢，就是说。
就是说没有太管它，然后它真的飞到我眼前了，它舞到我的眼前了。感谢吴老师，感谢吴老师。真的没了吧？它得等到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来呢。好了，现在好像真的没了，真的没了吧？刚才有虫子呀，你们没有看见吗？建议你们去那个800倍那个放慢速。好，他最好是走了，最好是走了，走了走了，他真的走了。感谢吴老师，感谢吴老师，吴老师专业的。感谢吴老师。再哭了，人再哭了。真假的，我被蜜蜂蛰过。哦，我来跟你们讲，我没有学过，我学过芭蕾基训，但它芭蕾基训吧，只是芭蕾的一种，但它不是立足间的那种芭蕾。你们知道你们知道我在我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吗？就是我之前穿着衬衫，然后它是衬衫裙，它是宽松的。那个地方在牛首山，你们知道南京有一个地方叫牛首山，然后我们当时在那个山上，有那个蜜蜂，我们大家都很害怕。然后呢？他们大家都没有反应了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蜜蜂的声音？我走哪里，我跑到这里，真的吗？我跑到这里，蜜蜂的声音就在这儿。我跑到这里，蜜蜂的声音就在这儿。你们知道什么情况吗？那个蜜蜂它钻到了我的衣服里，你们知道这是一件多恐怖的事情吗？蜜蜂钻到了我的衣服里，就在这儿，我穿的是白色的衬衫裙呢。它钻到了我的衣服里，为什么？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是为什么。就在这里，就是这个手臂这里，然后我很害怕，我想让它出来，但它出不来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它就死了，就是我隔着我的衣服把它捏死了，但是捏死它是有预兆的，它蛰了我，它才死的，我才把它捏死的。我还特意为了这个事情，我写了一首诗。我真的写了一首诗，我来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当时写的诗，让我来找一下，好像当时发朋友圈了。哦，我真的不知道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后面查了才知道，就是你们知道，蜜蜂这个东西，它蛰了你，它自己也会去世的，它也会死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它会死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蜜蜂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然后你知道，对，我还真的还写了一首诗，七伤拳法是什么？不是，我就要捏他呢，把他给捏死了，我真的吓死了。让我来看一下我那首诗怎么写的啊。我真的写了，对呀，真的写了一首诗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啊，现在还没有找到，稍等一下。但不是我捏不捏的，是人不犯我，你们知道我不犯人，就是他为什么要蛰我呢？我至今想不明白。还有你们知道蜈蚣之前一条七彩的蜈蚣，它爬在我的那个腿背上面耶，你们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吗？一个对七彩的蜈蚣，你们知道吗？它爬在了我的腿背上面，你们知道这有多恐怖吗？不行，我鸡皮疙瘩现在起来了。谢谢勃然心动的十票，谢谢勃然心动的9+1票。这个头像不对呀、啊、
这头像好像之前来我直播间不是这个 ID 呀、啊。真的，你听我讲完，你真的听我讲完，他真的七彩的蜈蚣爬到我的腿上，腿背上面，然后当时坐在车里，我跟那个师傅讲，哦、啊，当时我以为是什么？当时我以为是，就当时我以为是，当时我以为是，是就是有什么那种绳子，你们知道会有那种绳子在我的那个，就是。在我的身上就是这样子蹭，它会痒，你们知道吗？它蜈蚣，它啊，我不行了，我现在想想就是很那个。谢谢博染心动的玫瑰花，博染心动，博染心动不会是，不会是我和吴老师的 CP 名叫博染心动吧？这个博不是武博涵的博吧？不是我想的那个博吧，然后接着跟你们讲，然后我当时就不行了，我当时以为是有什么那种绳子，就是痒痒的，但是其实没有想到是蜈蚣在我的腿上爬，我当时是手上拿了一个袋子，我就这样子，我就这样子，就是什么东西啊，我一看是个蜈蚣，你们知道，我直接就跳起来了，我直接就跳起来了。不是，是你这个 ID， 你刚才这个头像，你刚才这个头像怎么是两个号？哎，不是这个头像，原来是两个号。对，因为我记得就是没有 TTL 的这个，他之前好像来我直播间不是这个名字，有点熟悉，但是又那个，然后。我当时真的我不夸张，我一看是蜈蚣，哎，我一看是蜈蚣，我直接跳起来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真的跳起来了，我跟叔叔说了，我说车上有蜈蚣，车上有蜈蚣，他就是不信，他反正他就是不信，他就是不信这就是蜈蚣。然后呢，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，那个蜈蚣就从我的腿上消失了。你知道细思极恐的事情是什么吗？细思极恐的事情就是那个什么，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再上那个车，我发现那个窗户边真的有蜈蚣在爬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有蜈蚣在爬，就是那天叔叔说的没有蜈蚣，我差点以为那个不是蜈蚣，是我自己的错觉。然后结果第二天发现车窗上面真的有蜈蚣在爬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，这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而且还有之前我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蜘蛛，我真的是特别害怕蜘蛛，就怕的不行，真的怕的不行，真的。然后不是我把这个讲完吗？我不能让我一个人害怕。然后那个蜘蛛就趴在我的这里，就是脖子后面的这里，它就趴在那里，你们知道吗？它就趴在那里，我都要吓死了，真的要吓死了，真的太吓人了，而且是那种狼蛛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真的，我发现了，是不是？我身上有什么那种异香啊？就是因为你知道香味儿它是会招虫子的。不是，我没有在夸自己的意思，我没有在夸自己的意思，就是真的真的是这样，就是真的太多虫子，哎呦，我真的经历了什么。然后你们知道之前有一次在海南的时候，我刚从那个刚打开那个门出去，然后呢，一个特别长的长毛的那种黄色的长脚蜘蛛，说的我好恐怖，它就趴在我那个门沿上，哎，你们知道这有多恐怖吗？然后呢，我当时就真的吓得腿软了，我发誓，我真的吓得腿软了，我当时有气无力的叫别人来，然后呢，就是一拍。它那个那么长的蜘蛛就缩到这么小，你们敢相信吗？那么长的蜘蛛就缩到这么小，真的，这些
他们是人是鬼啊？这些东西是人是鬼啊？他们啊，我真的，我怎么以前发这么多朋友圈呀？我的诗呢？是吧？是人是鬼啊？这些东西怎么想的都？这缩的这么小，我一定要把我的诗展示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证明我是，就是证明我是真的有文化的。就这些昆虫是人是鬼呀？哎呀，我，哎呀，我还那个，我还写过那种，反正就是要给你们看一下我写的诗。我以前怎么会这么喜欢发朋友圈啊？都找不到了。我现在就不喜欢发朋友圈。哼，让我来想一下。哎呀，怎么就找不到了呢？是呀，哦，已经12点半了耶，但是我还不是很困耶，大家困吗？哎呀，我的诗呢？我的诗呢？我还那个，你们知道吗？谢谢甜心小城的玫瑰花。我之前还什么什么在这团建呢。对啊，为什么你们不睡呢？为什么你们不睡呢？但是你们还是别睡了。你们要是睡的话呢，就是没有人陪我聊天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八幺七，我为什么不相信呢？哎呀，我的诗呢？我的诗呢？我真的要打人了，我现在真的要打人了。我的诗呢？我的诗呢？哎，你们知道我以前还发过那种特别特别鸡汤的话，特别鸡汤的话。哎，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以前说的鸡汤的话。我们都有像无法攀爬的高山一样的困难，和追过几座金山都追不回来的人，来共余生回味。想起那些生命里最温暖清晰的剪影，那时的时光一定一定很温柔。就是太非主流了。找到了我的诗，找到了我的诗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的。蜜蜂蛰伤了我，他哦，这个不是诗，这个是那个散文，就是诗朗诵，是这样子的。蜜蜂蛰伤了我，他受到的代价是死亡，而不是同归于尽。好奇怪。蚊子叮咬了我，它受到的代价是死亡，而不是同归于尽。但是，但是我虽然活在这个世上，可是我很不快乐，因为我被他们伤害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毫无营养呢？我以前觉得自己写的还挺有哲理的呀，感觉自己以前写的还挺有哲理的呀。啊，来，再给你们大家念一下，真的很有哲理呀。你看，蜜蜂蛰伤了我，它受到的代价是死亡，
而不是同归于尽。蚊子叮咬了我，它受到的代价是死亡，而不是同归于尽。但是我虽然活在这个世上，可是我很不快乐，因为我被他们伤害了。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血条，是不是 ？HP 是血条。对。很有道理。看嘛，就是经常玩游戏的人才知道 PS 是什么。所以说我游戏真的很厉害。谢谢瑞达加斯特的九票。瑞达加斯特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只有经常玩游戏的人才知道 HP 啊？什么 ？HP 不是血条吗？游戏里的血条不是 HP 吗？不是吗？啊，我是说 PS 吗？是吗？我一直说的不都是 HP 吗？啊，这个不重要，不重要，这个不重要。我哪天，我哪一天，哎，我可以，我没有说 PS， 我说是 HP， 我说是 HP。啊，我以前还真的，我觉得我自己挺有文化，但是为什么现在一读出来？哎，别艾特我呀！你弄点稍微那个一点的，重来，重新来，重新开始，那个不算，那个不算，人家有我没有文化呢，你把这个发上去，不会是哈利波特的吧？哦，不会是哈利波特的吧？我没有看过耶，别来呀，重新来呀。所以说蜜蜂为什么能蛰人，把人蛰肿，就是因为有甲酸，是吗？来，重新来，不要拿这个，重新来。哦，指环王是不是就是有那个小矮人的那个，就是指环王。说到连续的电影，你们看过加勒比海盗吗？我特别喜欢。哦，霍比特人不就是小矮人吗？小矮人跟霍比特人有什么区别吗？你们有人看过加勒比海盗吗？重新来呢，不要用这个安利我，不要，重新来，不要，好搞笑。大家好，啊，好搞笑，怎么办？突然一下，哎，重新来。重新来。我们的生命是一场没有办法回头的旅程，所以只能泪流满面的步步往前走，没法回头。人生中总有那么些瞬间是你想用一辈子的承诺力量去换取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知道吗？要这种很文艺的，知道吗？啊，积累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更加美好。怎么，我以前是过得特别不开心吗？为什么我以前的那个朋友圈全都是这种鸡汤文案？我以前是怎么了？都是这种鸡汤哎，真的都是这种鸡汤哎。什么黑暗里的烛火，心里的一剂良药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这是什么？真的年少不懂事呢。我以前还会拍月亮，拍那种就是纸，有一个那种指示塔那种，
那种一个木塔，然后指示塔，然后里面有个月亮嘛，拍下来。我说指示塔里藏着一个小月牙，你们懂什么？这叫发现美，你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晚上好呀，这有一个吃品侠，哎，可以和狗狗凑成一对了。一个只吃饼，一个只吃葱油饼。为什么葱油饼？这到底是什么梗呢？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不明白呢？对，而且发这个好像看一下时间，确实都很晚耶，确实都很晚，都是很晚的时候发的，都是11点、12点的时候发的。希望呢，就是说虫子已经没有了。我现在看到那里还是会有点害怕。好了，我觉得我的诗写的特别不错，我觉得我诗写的真的不错。还有什么？如果衣服能自己跑到洗衣机里去翻滚，那我就会表扬他们。这发的是什么呀？哎呀，我真的，我觉得我今天头不是很秃啊。你们觉得我自己剪的刘海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我自己，说实话，觉得我自己剪的刘海怎么样？是不是还不错？我有没有当托尼的潜质？是吧？是吧？你们这么说的话呢，就有点敷衍了。这么说的话，确实是有点敷衍了。确实有点敷衍了。确实有点敷衍了。我懂了，你们都是文案组的，对吧？懂了，你们都是文案组的。懂了，现在在底下刷这种不错好看的，全都是文案组的。懂了，文案组呢，天天就是那个叫什么口，哎，叫什么口不择心，反正就是那个什么什么。好，乔治不是是吧？乔治是什么组的？乔治是视频组的是吗？我懂了，现在底下说话的全都是我应援会的，全都是我应援会的。哎呦，不是我应援会的，咦，这个名字好恶心啊！对啊，还有吃饼侠也不是，怎么办？一天一个劝退别人的小技巧。怎么？那个鳄鱼，他怎么会起这种名字啊？懂了，现在在底下夸我的全都是我应援会的，是吧？全都是我在我应援会里面有姓名的，是吧？懂了，真的懂了，真的懂了，真的懂了。只有几个不是，他们的 ID 我没有见过啊。真的吗？哦，是耶，你这个头像也是那个狗，也是布丁狗。你这个小号为什么是这个名字呢？这个名字有点奇怪。这个名字呢叫鳄鱼，那个名字是狗狗，这个是鳄鱼。因为呢，这四个字不行，就是不可以连在一起读，它必须要分开读，所以说就是鳄鱼。他们俩呢，小明是小明，鳄鱼是鳄鱼，就是。不是这个鳄，是鳄的鳄，就是很鳄的鳄，鳄鱼，知道了吗？是这个鳄鱼。你怎么还大小号来回切着呢？不过你们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号呢？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号？那这个吃饼侠是谁的小号吗？哦，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就是怕被抓住，对吧？
好了，现在你们所有的号都被我知道了，就是你们现在所有的号，大号小号全都被我知道了，就是很容易就会被发现，很容易被发现。我跟你们说，一个人的说话的方式和他那个是很那个的，知道吧？这个即使改了 ID 改了头像，但是也掩盖不了在屏幕的另一方就是一个人的事实，知道吗？就是一个人的事实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是做偶像，就是我现在发现了，就是要有，就是要有容人的雅量，容人的雅量。那一天你们知道那个睡觉还跟我讲什么？他讲什么过分的话？他说他去别人直播间聊聊天，因为别人那个直播间底下都是熟悉的 ID， 然后他要跟熟悉的 ID 聊天，他等会儿再过来。你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？为什么把名字换了？可以，你把名字换了吧。这个名字不太雅观，这个名字不太雅观，这个名字不太雅观。没关系，就是只要这该怎么说呢？该怎么说？南瓜说这话太肉麻了，这个话太肉麻了，该怎么说呢？该怎么说呢？让我来说的宫斗一点，只要陷在我手上就好了，拽一拽就会回来。属实是宫斗剧看多了。真的，我现在发现了，做偶像就是要有容人的雅量，对吧？没关系，让他们随便浪吧，只要陷在我手上就好。谢谢一亿，这个名字更难读嘛。一亿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夫斯基？斯坦夫斯基的头的九票。不过虽然他的 ID 很难读，但是我还是要把人家 ID 给那个全部读出来才行，因为他投了九票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夏天快要结束了，大家都没有钱吃饭了，一票都可能让大家没有钱吃饭。就是他叫比尔克洛夫斯基，是吧？所以说那个狗狗他都花了20多万了，他说他这个月账单都20多万了，他真的不会没有饭吃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希望大家在投票之前给自己留个底，就是还是要留吃饭的钱，要好好生活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谢谢你。哎呀，早说你是拉票过来的呀，你怎么这个名字？可以，这个名字也不错。然后你现在头像是动着了也。早说是拉票过来，我今天就稍微端庄一点了，就稍微端庄点。啊，什么啊？是那个刷到我拉票的是吧？谢谢你的夸奖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大家。我知道呢，你跟我讲过呢。啊，我就现在端庄一点，哎，假装这样子吧，这样子假装呢，我们现在来玩个游戏，你们都是那个。
都是新，你们都是新粉。我们第一天见面，假装我今天才出道，假装我今天才出道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就是这是我第一天开直播，很高兴认识大家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然后现在你们快在底下发弹幕啊！你们第一次认识我，快点发弹幕，快点！很高兴认识大家，谢谢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们啊！你好呀，你好 ，Hello 呀，你好，Hello 呀，你好。这个代码是我的代码吗？这个代码是我的代码吗？哈喽呀，大家好，哈喽。什么？你干嘛？别解散。那是呢，我就本来就不是个温柔的人嘛。你这个带序的故事，他又黑我，我希望你永远没有带序的故事。你的故事完结了，永不带序。有张然有反黑组吗？张然反黑组有吗？现在命令成立一个反黑组，好吗？成立一个反黑组，现在 now， 我懂了，文案组来我这儿团建了。哎，说实话，有很多人都是拉票才看到我的耶，真的吗？还要抽查吗？抽不起是吗？我这么惨吗？抽不起查吗？那矿泉水总可以吧？矿泉水就是那种1块钱、2块钱、1.5块那种娃哈哈的矿泉水就可以，别买太贵的，毕竟我应援会没有多人。其实不是每次都有了，就是拉票，这种舞台真的不是每次都有的，所以说会继续努力的，让大家可以看到我更多舞台。好了，那你现在逛完了可以走了，拜拜。这么虐吗？下一个舞台就是要等到下一次拉票了。所以说为什么新人神器会这么就是想要新人神器，就是因为还有生日公演。哎，可惜呢，没关系，我们大家加油吧。哎，该怎么说呢？虽然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出来，但是真的很心酸呢。哎，真的很那个，就是没有想到，本来就是喜欢唱歌跳舞，然后就会很喜欢舞台，也很喜欢构思舞台上面的很多东西。但是好像后面。现在才发现，就是你哪怕你在台上只是单纯的唱歌跳舞，但是你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机会，就是这种机会都是需要争取。真的吗？大家喜欢就好，就是好像每个人这么说，我都会说大家喜欢就好。口红色号，等会儿给你看看呢。就是该怎么说呢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好像你现在里面最基本的你享受这个舞台都是需要就是都没有，就是哎，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啦，我又不说不明白，反正就是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好像里面单纯的唱歌跳舞你都需要就是你都需要机会，就是来展示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马上就还有2天就结束了，希望这2天大家都快乐一点，然后
希望你们给自己留下吃饭的钱，给自己留一个吃饭的钱好吗？大家好吗？好吗？答应我好吗？然后哎，我就真的发现还挺那个的，是吧？是吧？就是好了，就这样，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话题，换一个话题。我吃的可多了，我今天回来都没有饿，因为我今天在现场真的吃的太多了，真的吃的太多了，吃的太多太多了。然后就反正吃了很多，然后我今天那个盒饭，然后但是没有吃盒饭，它虽然有蔬菜有肉，但是我没有吃，因为我说我看那里有泡面，然后我就想吃泡面，然后我在那里就说啊，这里有泡面呀，我就说有泡面的话谁吃盒饭呀，然后我就没有去吃盒饭，我就吃了泡面，那个桃子也没有吃。明天呢，如果还有桃子的话，我就要吃桃子，是吧？是吧？我真的太喜欢泡面，是吗？我们都爱泡面，还有谁闷是谁？除了我那个闷是谁？真的吗？我在 B 站上面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哦，我的那个没有登录。不是，盒饭一开始送过来的时候是热的，但是没吃，没去吃，然后呢没吃，然后就后面就泡了泡面，然后今天可那个了，然后那个你们知道我们那边爱吃炖的是香辣的，然后我想吃那个酸菜的，然后我就让张老师去帮我拿一个，然后张老师拿回来，他空手拿回来，他跟我说，他说酸菜的在插队那边，我不太好意思去拿。我说这有什么，我说你太弱了，然后他说好吧，他说好吧，他就在那边说，他说好吧，然后他就去帮我拿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都命令他们俩做事，然后他们俩就会去做事。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笑死了，他们俩太弱了。那天拉票那个后面我们一起比那个，我让他们跟我一起比那个 H， 他们都不愿意。张老师太弱了，然后我还让张诗云给我开热点，他们俩就是他们俩真的很爱我，真的很爱我，然后因为我那个手机没有网，然后让他给我开热点，然后呢他也就，我说求求你了，我说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给我开吧，求求你给我开热点吧，求求你了。但是你们不知道我求人的时候是很卑微的，你们知道我求人的时候也是很卑微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，你们只知道他们无条件的帮我做了这些事情，但是我求他们的时候很卑微的，我都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拜托你们了，帮我去拿一下吧，谢谢你们，你最好了，我都这样子求他们了。真的真的真的求他们呢，你要相信我，就是特别好笑。哦，对了，用那个马老师的话说，马老师的话说，明白吗？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现在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明白吗？你们大家明白吗 ？OK 吗？了解吗？理解吗？再来一次，理解吗？再来一次，快点快点，你们还想不想下班了？你们不想下班，我还要下班呢，还有这个样子，马老师是这个样子，
然后就是永远的再来一次，再来一遍，但还好，有种我们之前有一个编导也是，他也是特别那个，他就会一直在那催，快点快点，所有女孩上场了，我上台了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不要让我再催了，快点快点。就这个样子，就很熟悉，可能大家这种女强人都这个样子了。然后之前那个编导，就是之前那个编导也很厉害，他是春晚就是邀请他去当编舞，但是他没有时间去，不是总要给我们抢妆的时间吗？他在我们抢妆的时候一直在快点快点，所有女孩快一点。然后那个编导就是他也是，谢谢夫司机的一票，然后他就是春晚都邀请他去编舞，但是他没有时间去，因为他婆婆生病，他要照顾她，他就没有时间，就没有时间去编，就很遗憾的就错过。今天我们又离大巴车远了几步，真好，真好。我已经知道我自己坐在哪里了，到时候可惜呢你们看不见我跟你们挥手，因为这次没有观众，可惜呢因为这次没有观众了。哎呀，69对69840499，笑死。谁能想到我的那个我的反黑，我应援会反黑，然后我跟你们说应援会要那个应援会反黑，你们要给我反黑的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我现在宣布应援会给我成立一个反黑组，我现在宣布应援会给我成立一个反黑组，给我出个反黑组。就是看不见的黑子，就是你管有没有黑子呢，先成立了，然后为了成立庆祝那个为了成功的庆祝那个谢谢戴旭布施的一票。好了，成立组解散了，唯一的黑子他给我投了票了。我的反黑组没了，没有黑组了，冲，现在就冲他，只投一票，一定是黑子。还是要冲，怎么回事？我要笑死了。我要笑死，他以后再也不会来我的房间了。笑死，根本没有黑子。然后呢，就是抽查，别人就抽查就抽查了，别人抽查就抽查了，我们这儿不抽查。怎么回事？我要笑死了。我真要笑死了。谢谢戴旭的故事的九票，谢谢故事的九票。好了，你的故事可以写序章了，你的故事不用完结了，你的故事可以写序章了，不用完结了。怎么会这样，我要笑死了。那这样吧，我现在反黑组呢不需要反黑别人，但是呢我想那个想让你们搞个抽奖，你们就假装成立一下，然后抽个奖。然后但是你们还是成立一个反黑组吧，假装抽一个奖，假装抽奖懂吗？假装抽，然后呢抽那个，我知道你们也没有什么钱。哎，当黑子这个事情就不要给我有托了好吗？然后对，就暗箱操作我，我点你们一下，我想就是
就是你们弄点什么那个，我来说一下。我想吃，我想吃好利友派了，你们给我弄点好利友派。然后呢？我想喝什么呢？我想喝，嗯，没有什么想喝的哎。我想吃那个牛奶味的阿尔卑斯，然后棒棒糖，然后呢？啊，不行，别，不行。别扣了，那还是不要成立反黑。哎呀，别了，别成立反黑了。我现在不想吃，我什么都不想吃。你们不要从我小小可怜里面的底子抽一点出来了好吗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，我现在一点什么东西都不想吃。嗯，有集资链接吗？我给自己投个几块钱。我们发工资了呢，就是说有没有链接，然后发给我，谁私信发给我，我给自己去集个一两块钱的。笑死。我现在就去小号给我那个，我现在就去小号进我的那个群。我下了直播以后就搞个小号，然后真的吗？我也觉得。我现在就是就是跟你们打个招呼。哈喽呀，大家好。那我要是一直不说话的话会被踢吗？我应该不会不说话，我自己带自己的气氛。大家吃了吗？大家怎么啊？六个月不说话就会踢，那你们岂不是要踢很多人？把时间放宽一点吧，一年吧，笑死了。我不想参加晚安室呢，我不想参加晚安室，我自己带我自己的气氛。你们怎么不在口袋房间里回我？啊，假装你们不知道是我，然后我就说自己。你们怎么不在口袋房间里面回信息呢？怎么不回张冉的信息呢？你们在忙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回他的信息？我就小号进去，我觉得非常不错。啊，是吗？会被踢吗？这么说话会被踢吗？啊，是吗？是吗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怎么能这样呢？你们怎么能？说实话，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那我怎么说话不会被踢呢？怎么说？今天也是爱冉冉的一天哦。是吧？你们又不知道那是我。对呀，你们又不知道。哼，那我不说话会不会被踢？不说话会不会被踢？不说话总不会被踢了吧？气死我了。嗯，那我说什么呢？我说，那我问你们吃饭了吗？总不会被踢吧？我还是不进了吧？我不进了，就是说不进。不进了，对，你们跟我们都不要，就是我们还是理智消费好吗？大家理智消费好吗？给自己留吃饭钱好吗？你们好吗？
好吗？哎，我的手在干嘛呢？好呢，我也觉得不该操控。哎，是呢，是我的问题，不进了，不操控，远离。你们，哎，我的手在干嘛？它在指什么地方？啊，是呀，就是。是呀，他那个还没好呢，你们怎么都没人，我都这么指了，你们才发现呢？你们看不出来我在暗示你们吗？在暗示你们安慰我的意思吗？你们，哎，我都这个套路都演示过这么多遍了，你们现在还没有觉悟吗？我涂点口红上去啊，怎么样？就是因为最近排练太累了，然后就是没有办法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会有人这么演戏啊？就是磕到了，都是。因为最近排舞太累，然后呢，就是也没有时间休息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让我压力很大。神经病吧，这个人八成是有什么病的。不要从我的但不要从我的集资里面出哦。不要从我的那个，哎呀，别，不要从我的集资里面扣哦。毕竟那个好利友派和那个阿尔卑斯也虽然不贵，但是也不便宜呢，对于我的集资来说。那什么感觉怪怪的，好，给我各带个一。不可以，不要付出在我的身上，不要付出在我的身上。哎，这个真的好红，它真的很像磕伤的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在这里也画一个，就是这里也擦伤了，整个都擦伤了，流血的那种。啊，什么时候？说实话，什么时候脸上能再吃胖一点就好。我现在脸上真的挂不住肉，感觉都是皮呢。再胖一点就一点点就好了。我手臂本来就不黑呀。我不黑呀。打你们，我本来就不黑。你们知道我们今天玩赛车的游戏，然后我们四个人一组，然后只有一个人最黑，然后就问谁，这是谁这么黑，然后佳恩就说他有被冒犯到。我不黑，不黑，真不黑，烦你们。我们那个，你们怎么都不发弹幕了呀？你们是睡了吗？你们是没有话跟我说了吗？你们要没有话跟我说，我也没有话跟你们说了。我也没有话跟你们说了呢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这个点还加班啊？这都一点多了耶，开会开什么会？这晚上是这么简单的东西，还要开会吗？文案组还有什么紧急会议要开？要有什么紧急的会议？哇，你们再说我作呢，我就真的生气了。是半夜吗？这是，真的生气了呀！我不喜欢这个词啊，我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说，这不是，哎，我不喜欢呢。
是满分的。觉得它适合当官还是很适合呢。觉得张冉需要反黑组吗？没有没电。什么没电？有电呀。然后你们那边卡了吗？你们那边卡了吗？你们卡了吗？我现在还卡吗？有电呀。我现在还卡吗？现在还卡吗？就是现在还卡吗？现在不卡了是吗？现在不卡了吧？好，那就好。你怎么能卡呢？我刚刚在说我这么多的晚安事，你们怎么能说你们的，怎么能说我卡了呢？那我不是白说了吗？我不是白说了吗？今天怎么那个谁没有来呀？今天那个谁怎么没有来？什么一句都没听到，一句都没听到，那不是白讲了吗？那个什么小锅鸡呢？他怎么没有来呢？今天？因为我记得你们每一个晚上上班的人，按理说你们晚上上班的话，你们应该有空看直播才对呀，你们应该有空看直播啊。我记得你们每个晚上加班的人，你们的一举一动我都非常了解，所以说就是你们在我这里任何借口都那个什么。哦，这个样子。我们播到几点呢？我们播到几点呢？我们来说一说播到几点呢？那我们就播到现在吧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播到现在吧。那我们就播到现在吧，好吗？我们就播到现在吧，就播到现在吧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开什么会？这都这么晚了，你还要给大家开会，太辛苦了。看吧，好人我来当，我来当好人，我来当好人。好坏啊，这么晚还开会，只有我心疼大家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晚安，大家真的晚安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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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辛苦了大家，拜拜。你们快跟我说晚安，说拜拜呀，不然我一个人在这儿挥手。好了，拜拜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我下楼。